家好，我豆腐哥。每个早上我的豆腐家有豆腐哥，我让东主人开心唱豆腐哥。你要几块你来，他们叫好，我豆腐哥。每个早上我的豆腐家有豆腐哥，我让东主人开心唱豆腐哥。你要几块？你好，我叫王喜光，我67岁 ，OK， 没钱差不多 ，OK， 冬天下降都可以，没问题，不过冬天比较少雨，一点不 OK。他们吃我的豆腐，我做的好 ，Yeah， 再在见面，我坐在石头，没有鱼，没碗豆腐，我做的最好，他们叫好我豆腐哥。早上我的豆腐家有豆腐哥，我让东主人开心唱豆腐哥。你要几块？他们叫好我的豆腐哥。每个早上我的豆腐家有豆腐哥，我让东主人开心唱豆腐哥。你要几块？OK 不 OK？ 应该买50块，我给你 OK。我的鞋里有豆浆，我的头发有豆腐，我的香布子有豆腐味。早上是我的最好的朋友，很安静，很开心，我心有花朵。现在我好像小心的旋律，旋律这起偷偷唱出去。谢谢王奇怪，他就这么一边唱一边做出来的曲吧，对不对？巴黎乡的少年真不像。阿里山的姑娘泪如水呀，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。